好嘞。大概呢，哇，走到老远去了。那就现在讲，直接这样。是在一堆印度人群里面。小印度啊，经常去印度人呢，男人帅，女人美，看这个就是帅哥，就是美女。哎呀，释迦佛在开悟之前，
这个多清楚哈、啊。嗯。嫂子，看我嫂子。爸爸都上不过，也上不去，上不去。你再也上不去了，不可以了，上边。你要钓鱼，就把你嘴巴里，把你的那个肉，快上来，快来，快来！我这搞的，看你的搞。你看吗？那个。相对他大哥这个相对比较黑一点，问你来了，都问你来了吧？他以为他你要给他。那大鱼过来了。这俩大鱼过来了，这俩大鱼，这俩大鱼，这俩大鱼。又跑。那带翅膀的不往这边来啊，不往边来。嗯，他翅膀大。哎呀，这个大鲨。这个大鲨鱼去。这大鱼干啥？我害怕呀。哎，这鲨鱼。它有玻璃怕什么？你不是在这边宝贝，快点说在这边来了，给你整个小小子。Kids spend most of the time in groups. They will not be alone because their characteristics like that. So even if they want to look for food, also they'll still go in groups. Okay, so monkeys are very cute, but actually the brain actually defies the size. Because sometimes you can hear different sounds coming from them. That's actually some vocal command like this.
云天缆车站。夜晚的云顶，赌场还在继续。王小梅准备去拼搏一番。外面的风好大。那我们住在的好标就是前面那一家 Hotel First World。三月二十号，我们出发到清迈的另一趟旅游，很不幸，这就是我们在清迈住的家，两房一厅，非常的干净，非常的舒服。等一下再让你参观里面，先看看大嫂在煮饭，在厨房煮饭。今天我们来一个什么焖猪肉，下午了买不到菜，菜市场都关了，就随便买，明天我们可好好的吃一顿吧。看看我们这间房子，有两个房间，
大哥选这间房间，厕所不能开了，这间厕所不干净。清迈住的地方后面有一个养鱼池，上线吧。Look around.
拍张照片吧。拍张照片。芒果树啊，假的好不好？
那里有，这里都有，那不买。榴莲糕。他们แบบโอ้โหไฟไหม้ข้างทางเขายังแบบไม่นิ่งนะเพราะพวกเขาจริง走出去，走前面吧。对。馋呢？这个虫子你吃吗？不敢。哦，这包完了，出发了。有鱼，大会，大会。那อะไรนะ25 25จ้ะ25 25 25 25大白菜就看了，那买了大头菜了嘛哈？好，买大头菜了，要白菜吗？来一碗。看看里面还有什么菜？豆要不要？这个炒豆吧。炖豆角啊！
一样，他说。สวัสดีครับพูดแกนี่
对，嗯，我都不会。这是我们住附近的一个礼拜天的市场。我先从来的自动车。欢迎光临，你可以开空间。我要吃啦！我们到了这个温泉的地方。前面这样，我买，我跟他说我要跟他老买老人票，看有没有。哦，蝴蝶，蝴蝶曼舞啊！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但我也不能吃。哇，还有我能吃的。
大哥准备下车了，你要不你来试试看，我保证你的脚在水里不到三秒。有人什么？那边就是可以泡啊，这里。看看这个非洲菊。
个羊腿，你看。这个这回是走在胡志明的街上的，哎呀，今天31号，3月31号，明天我们就去这里了。我跟你讲，这里的菜都很适合我，但是我们没有厨房煮的，现在这里会比较接近我们中国人的。This morning just food. 我没有，阿波他们的手机，阿波，我没有咖啡。越南的美食，好吃啊！一牛肉，我在里面。坑。高线的，这是真的。
我啊，我先不买。啊？我先不买，又不是明天要回，要回国了。要回。我们去到那个。小梅，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岘港了，这里酒店的房间，你看怎么？
这种面包很好吃，是法国人教他们怎么做的。然后就是他们的菜市场，就是熟食东西。美女们在吃面呢。看晚上还是明天早上？粥，这个猪肉粥。现做豆腐。这里是岘港达朗，想不到还有这么漂亮的夜景。哎，来回头看一看。来，大哥走进去，来，大哥进去。
也不用。等一下，买什么东西？两万啊，两万就六块啊，人民币。啊？
哎，叫大哥转过来，转出来，大哥出来。哎呀，好嘞。四万，一个人四万。明天，怎么大哥第一个攻山？摩尼佛，
青蛙，青蛙。佛度五比丘，给你哥来个单照。你要那么干呀？但是就在南方去。来来，不对，哎，好，来，椅子拿开一下。现在是录影，好，等一下我跟你拍照了。好好，接着走，接了，往后走。你们走去我。
of the moral verities. Be careful when moving the litigants to pay your attention.我们一车的行李，舒服哈。我们那时候就硬板多。
这是越南的紫禁城。穿服装在拍照。一二。一穿那衣服显得特别好看，才五点，显亮。好了，出来对，很漂亮的你。拍的，这个皇帝亲旨下跪，小李，一二。今天4月18号，我们到了河内。是我们在河内住的家。穿过这个小桥。
反正山珍美味，啥都有。这是河内的环剑湖，现在还要买票才能进去、正在讨论不知道多少钱是吗？可是真的柚子哦，不是假。市区来到这里下午两点，没有船了，今天没有船了，要就在明天，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河内的下龙湾。不过再去的话，是4月25号6点半，我们终于抵达了。来，美女，到柬埔寨，这里是我们在个柬埔寨暹粒头四晚的住宿。当然我们要住这一间也行。前面那间是厨房，有一个唱片区。昨天晚上经过了一个恐怖之夜，这个奇怪特异的地方，
是去我们的房间。之后是走这样子的路进来的，你们说不恐怖吗？尤其是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到达这个地方，要去出门。哎呀，这个路太艰难，坐的这个路太艰难了。哎呀哎呀哎呀！他们的一个小村庄，小女孩在洗澡。真的太有意思了，这样的小村庄现在要去那里找呢。对呀，很原始，很热，哎呀妈，太热死了，这呱呱叫。哎呀，猴子，你看那个屋子，我不是跟你说吗，说几年前的时候比这还够呛。他家这宾馆在这儿大一点，大要那么大。跟你讲，他们就是一个这儿来菜市场，原始菜市场。印尼的地方都比这里还好，印尼还比这里好。哦，红毛丹。啊，这就上个大陆了，真是非常原始。好了，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快疯了，太热了，汗是洗的像水一样，就是叫不下来。哎呀，太热太热了，这人他怎么活着的？人家可是活了几千年的。
哇，看看那热热的太阳，哎呀！想吃椰子吗？Yes. 这是我们在柬埔寨住的宾馆吧，很原始，就像国内50、50、60年代那种，是应该是居住的草房啊。这个房间就是我们住的房间，看一栋房子，很原始，房檐上垂下的是草，这还有一颗菠萝蜜，这是泳池了，水里有只龙，有一条龙泡着肥仔呀，看是个肥仔呀，穿的泳裤是红色的，哈哈，特别特别能嘚瑟的那一款。太乖了 ，OK， 这就是他的生活，除了玩电脑就是这。烤什么？鸡肉也有。那想吃就买呗。好吃，这是柬埔寨。刚才我吃了一个，甜甜的。
没放冰箱，放在上面就行了。嗯，下午吃吗？后面会热吗？放在桌子上，空调吹。在买烤鱼，这是我们柬埔寨的晚餐。没放冰箱，放在上面就行。嗯，下午吃吗？后面会热吗？放在桌子上，空调吹。小梅在买烤鱼，这是我们柬埔寨的晚餐。
里面都没有东西的、啊、就是啊，摸榴莲。Cambodia,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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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n